此净土法门，广施万法，普受众类也。广施万法，不仅只是佛法，事出世间一切法都在里头啊。各个不同的宗教，各个不同的学派啊，无论科学哲学啊，四处世界所有学术全在其中。也就是说，你要是真干，都能找到指导原理原则，甚至于还有方法。这书还得了吗？啊，普受众类，这个众类是十法界。一切众生之类，也是包括在其中啊。故缘广大了啊！于此法门若能信受奉行，当得一切智智。这意思就是，你能够真信，你能够真正依教奉行，你会大彻大悟啊！为什么呢？得一切智智，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这么个意思在啊。即是得佛智，如舍了智，自心本来清净啊，你所得到的境界，跟慧能大师完全相同。能大师所证得的，你全真的了啊！你会见到自心本来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来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啊，你的功德就圆满了。啊，可是我相信你一定求生净土。为什么？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，证究竟圆满。啊，这是一定要去的。究竟圆满之后，跟阿弥陀佛一样，大慈大悲，无量方便广度一切众生。幕后这一句话非常重要。啊，如舍了智，自心本来清净，这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